敬天和弟兄们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进入第五月，是一个痛的季节。今早起要甲咱三个来分享痛的传奇。咱特别，咱头段所吟的诗歌，娱乐、悲、痛、信息，你有透过这首歌？你有看伊听，特别第一节遐讲，上帝疼痛太厉害我。伫约翰三章再讲，上帝疼世间人，伊将伊的独生子赐予世间，予囡仔死的人未沉沦，未得到永远活。上帝的疼就是遐尼大。耶稣伊的恩典太为遐深，耶稣伊的疼为着世间人。伊死的是基督，耶稣伊若只有死，咱基督徒咱所信的是空的，所以耶稣伊死，伊对死搁话，伊带予咱就是盼望。咱搁看伊，当耶稣伊伫世上伊四十天了后，伊搁差遣圣神，圣神感动咱。那会遐尼跨长跨远深，所以白净圣神三位一体，伊伫咱的所行所做，拢总是最最的圣洁意思。咱特别对搁偌济，咱看伊耶稣伊死搁活了后，伊带予咱就是搁活迄个困难，伫咱头拄啊。信我对讲，入咱的心，当耶稣伊听，透过咱的上帝，嘛是讲，伫上帝伊的听，真正点伫咱的中间，予咱人生有患难，但是因为有主甲咱三个弟弟，伊要带咱经历苦难，经历痛苦，人生有绝望，嘛有信心，但是咱要透过。三位一体，白净圣神，伊所赐予咱这份的疼，要予咱得到搁活的力量，予咱迈步头前，咱勇敢向前的困难。然后我用咱拄拄过受难甲搁活，咱来看伊当时的玛利亚，玛利亚伊对忧伤安怎到的喜乐？当时玛利亚伊到底耶稣伊帮伊所在，因为伊找袂到耶稣的时阵，伊是忧伤伫遐在啼哭。但是耶稣出现伫伊，互伊拄着格外主的时阵，伊的生命对绝望忧伤全咧惊出来，互伊会当重新爬起来。这是一个充满喜乐。的一个生命，耶稣甲讲，你倒倒去甲门徒讲，去甲遐学生讲，伊是耶稣的学生，死的死，倒的倒。因为犹大掉头，彼得三摆无认主，所以咱看见遐学生因耶稣的死，可以是真惊吓，因已经是绝望，因要安怎阁真做一个？勇敢传到伊们啦！因若无经历，迄个搁外主，迄个疼，真心忘掉因，因是无办法。咱来看伊，那是玛利亚，这个耶稣的学生，因安怎对惊吓到勇敢？所以这个搁外主，伊会偏偏又做三项代志。耶稣差遣因讲。你还要将这个还未完成的使命，这个疼，恁爱将耶稣将这个疼交伫恁的身上，恁爱将这个疼爱给传承出去。但是恁要安怎会当将这个疼传出去？唔是靠着因家己，因为因的生命是忧伤痛苦，因无困难，因需要担待主的信心。就是这兄弟姊妹，这温度，因爱领受耶稣赐予因的疼，
迄、那个信心爱符合因服侍的能力，耶稣就将这个服侍能力交伫因的手中，伊就符合因有权力。基督徒，咱若无领受主予咱的权力，咱根本咱无迄个能力，咱会当勇敢壮大去传福音。咱再来看，伊中有一个学生，就是啥物啦？就是多马。因为当时多马，伊无伫温度的中间，伊看见耶稣有四个话，所以这个多马伊是怀疑。因为伊讲，我爱亲身去看见你手迄、那个电修电的迄、那个痕迹。主嘛无因为伊安尼，你安尼遐尼无事，算了算了。咱有真侪人，你家己无体会到耶稣伫你生命迄、那个疼，你讲啊，你反正你基督徒，迄是除非我看见，你甲耶稣互我看，你甲恁的上帝互我看。咱有真侪人拢亲像这个多马，但是主为着多马，伊邀请伊亲身去体验主搁活的真实。伊嘛看见伊唔免搁要求，伊只着是。所以上帝伊嘛常常在邀请咱的生命亲像多马。最后多马亲眼看见了是伊讲，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伊亲像咱头拄啊敬拜时阵，伊个目睭迄个眼光拍开啊，伊去看伊。耶稣讲：真正是无在伫你目睭看，无有看伊就信的，是搁较有福气。所以恁听者，你的信心是甚物种？是透过听，透过温度领受的，你就是。还是经过人生的挫败，人生一挂你就软嘞，你就惊嘞。还是你有经历了，你嘛是亲像刀马，你无要死。大家伫荒漠甘泉，伊也有讲伊，撒旦有三支的火箭，常常在攻击基督徒。头一支的箭，忧伤的箭，就亲像玛利亚同款，咱干那若拄着忧伤，咱就哭哭哭。啥物都袂晓做，哭到怎呢？人讲有话啊，哭到就衰。我基督徒，咱拄着问题，咱嘛是亲像阿弥啊，咱嘛哭。我无办法去体会着，我的信仰伫底，我的上帝伫底，只有哭是忧愁。魔鬼常常咧下第二句的字，就是惊吓。亲像这样问道，已经得住三年久。伊是头叫西啊，但是因的信仰无经过考验，拄着危机，拄着这个问题的时阵，因惊吓，因将家己关伫生命黑暗的所在。你有影无？你的人生捌亲像安尼无？当你拄着危机、拄着困境、拄着苦难的时阵，咱嘛拢会真惊吓，咱甚至只有把将家己个关起。魔鬼要写第三个字，就是妖魔。看见亲像刀马，我都无要信啦，无可能。但是你莫遐济，咱看见因为主一句话，和因去拄着耶稣了后，因为因经历这个痛，因的生命转变。玛利亚对忧伤到喜乐。这个温度对惊吓到勇敢，刀马对了义软的到有信心。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安怎讲？咱同齐来读：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那是有人在基督的内底，伊就是新创造的人。有诶代志要过去，要变成最新。所以，人为年头安尼一月、二月、三月受难，到各月哇到五月份，是一个痛诶季节。我相信上帝伊袂当来到咱诶中间，伊予咱每一个人
为咱陪伴有疼咱的老母。后礼拜，咱要庆祝母亲节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今仔日你坐伫遮，你会当成做永福教会的兄弟姊妹，你成做一个基督徒。这首歌伊讲，我伫遮是因为你的恩典，我伫遮是因为你的慈爱。主耶稣，我安尼感恩，拢是因为你丰盛的恩典。我伫遮是因为你的恩典，我伫遮是因为你的慈爱。主耶稣，我安尼感恩，拢是因为你丰盛的恩典。感谢耶稣，感谢耶稣。耶稣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恩典，让我会当为你来活。我要学了你，直到永远。所以咱诚济基督徒，你有感受，你会当坐伫遮。你诚济主经选的兄弟，你有感受，你有感谢，因为耶稣和你这种的丰盛恩典。伫今早起，咱看哥罗西书三章。十二节到十七节的所在，伊也讲感谢上帝的拣选甲锻炼。是安怎？咱伫两千几万，咱伫台湾遐尼济的百姓，咱会当诚做基督徒，咱会当受敬，咱会当做忠心，会当做上人。天下济，所以咱坐一家很心，咱会当咱的信华队，你会当用你的生命来服侍，你当坐一家听牧师讲道，因为咱会当入来咱教会，教会不是干呐硬的，就是一群上帝所拣选的百姓，三个组织一家，就叫做教会。所以咱受敬。咱拢是信的，受上帝听的选民。咱的身份，咱爱有啥？咱爱有怜悯，咱爱有温慈，咱爱有谦卑，咱有温柔，咱有吞忍的心。这就是咱甲别人无共款。较属天的人，甲咱甲其他人闹协调的时阵，咱爱安怎？咱爱彼此包容。彼此赦免，因为主已经赦免，亲像彼得三摆无认主，主犹原到底海边的时来讲，彼得你疼我，三摆无认主，主搁甲讲，你敢疼我，搁甲问三摆，你饲我犹原。主要说无扣因人对伊无好，主安怎赦免你？你也要安尼下面来，伫这个一切以外，咱爱搁存疼心。疼心就是联络所有德行的元气头。所以两兄弟，咱会当成做基督徒，这就是何等有福分。伊说咧，爱咱安怎？咱爱搁叫和基督的平安。在恁的心内爱做主，因为耶稣伊过完了后，伊头一句话讲啥？愿恁平安。所以咱的心内若无平安，你要安怎将平安的信息，甲你的四周的人讲，甲你的边啊斗阵正面来讲，愿恁平安。啊，亲像这个平安哦，不是牧师要求的。哎，对讲啊，迄、那个平安，基督的平安对咱的心底，迄平安最主。所以我伫百年前后拢看到了平安，啊，电话徛起嘛是平安。我相信，不是像咱食饱，你知道以前是咱叫食饱，真正，你时阵的人吼、哦，你食一顿饭，食会饱，迄是足无简单。所以以前吼就是。你吃饱未？但是咱这个世代上需要啥？所以咱要安怎和上帝和咱的性命这个平安？因为恁为着这个愿恁平安，这个服侍，
咱来想念，咱会当成做一体，咱来常常存感恩的心，咱来感谢上帝。伫台湾，上帝伫140几年，伊对人告白，伊有找起一个宣教师，慈神爱书，马雅各遗书，个马盖读书，个来咱来为医生，因离乡背景。因来到伫台湾，因就是啥，用着因的生命，用着因的信仰，用着因领受上帝迄个疼，因来传承。所以马盖博士，伊伫1872年3月初九，伊对淡水河登陆，有写日记。即个咱咧将伊的日记拢已经翻译出来。伊伫4月初7的日记安尼写，伊讲。我搁一摆甲上帝哩立约，就是痛苦到死，我一生嘛要伫这个所在，互你使用，我是上帝帮助我。所以伊唔呐回应上帝听，宣教师吼，真正马太福音是带在地人做母的，伊入境虽俗，足无简单，啊，搁去适应伊遐丈人丈母吼，啊，搁是个台湾人。迄是足无容易的。伊最后，伊甲伊的夫人啊，伊佮伊的三个囝，拢安葬伫个，拢安葬伫东江庙。所以，我若每一遍佮看伊，即个宣教师因的情形，即个乌秋番的心，伊的痛的传承，伊若像一粒麦落伫地里来死，伊已经过身110几年，但是伊佮咱是抑佮在讲。所以我有到伫嘛，加拿大的时阵，哇，伫分享，因的遐下一代佫遐信徒讲，啊，我的妈呀，对台湾的影响，无论是医疗、教育、传道、农业、文学，哇，上帝透过这个人伊的听，带予台湾最侪，今仔日。哇！唔通，咱逐个人拢有领受真侪无同款天的宣召，请问，咱伫耶稣教会，咱是毋是嘛要成做一个创造共同服侍的一个团队的？伫马可福音第五章，遐有讲到一个迄、那个四个好朋友，啊，伊看见一个。变水的，我相信迄个变水的，伊就是无定着倒伫城门口，还是倒伫因家的。伊无办法，伊家己对迄个行路，伊来到伫耶稣的所在。我相信伊嘛有足厉害，伊的病会当得着医治。但是，伊有交着好朋友，所以伊这个好朋友有四个人，伊就将伊。跟到伫耶稣的所在，但是咱知，当四个人因食爱一汤嘞，那一个行头前，一个行后边，无同齐的时阵，迄、那个变水安怎？一定对无？我想想，伫带阮的 CP 学生的时候，我拢会分做一、這个，就摕迄个床单吼，啊，摕来了，啊，就好学生啊去耍这个游戏。迄有时阵吼。迄一个人倒嘞，你若无有真侪同齐同心合力，迄同时倒伫遐个人是错咧大。但是当因一跟，因就是咱来甲看，最处的，因为这个变水，伊伫迄个面顶的时阵，伊会拄着啥？伊会感觉讲哇，真欢喜，有人把我带来到伫遮。结果带来到伫耶稣的所在时阵，已经安怎？人伤济啊啦，无位啊啦，要安怎？咱来甲看，迄四个朋友，因怎安尼改跟去下一章？咱甲看迄四个人，啊，就改跟这个淡水的福音啊，还俗还俗安尼吼，跟嘞，啊，拢安尼卡步，咱捌有迄两人三角吼，要跟嘛无容易。伊就真正真当心，个
要带伊到耶稣的所在。但是到位才发现啥？我问一定讲，哇，你安怎？因的所在甲咱的所在，结果因全呐爱拆厝顶。啊，你若要拆厝顶，你嘛爱上尊重的。耶稣坐伫倒位吼，伊嘛是爱上尊重，讲啊，若拆了唔对，啊，迄人对落啊，若唔对，安尼嘛是。啊，你啊看，迄、那个变水伊伫遐袂讲，啊，恁是咧变啥物啦？啊，你创啥？啊，我带恁进来到遮，恁来甲我答的，伊嘛唔知影。结果呢，即群的人爱去克服因所有的困难，结果因一点。有的人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讲，安尼唔对啦，啊，迄个讲哦，啊，伫遮啦，啊，海风啊，安尼敢好？当因要去解决问题的时阵，因爱有共同同心，结果因四个人所计划拢讲正确，就全咧将这个变数堆落去，堆落去，拄啊准准，对不对？拄啊！伫耶稣的所在，耶稣到看伊的时阵，耶稣对伊讲：“朋友，你的罪你得赦免。”耶稣医病真出名，就是讲好啊，你的病好啊。耶稣是来讲：“你的罪你得赦免。”你要爱，你着医病无？你的罪你得赦免。阿弥陀佛，来赶紧。这个变水的，伊真正，伊到底也是多苦、艰苦、忧愁、痛苦，至少伊的人生是怎办？但是透过这四个朋友带伊来到耶稣，拄到耶稣了后，伊爬起来嘛，伊会使爬起来了，伊将眼光开予伊。耶稣对变水讲：“我吩咐你起来，摕你的盒啊，转去。”哇，怎么？因为兄弟姊妹，咱要对这个变数的故事，咱要来学习一下，咱要来学习。你教会，咱领受到这个疼，咱是不是家己得着就好啊？咱像迄耶稣的学生讲，啊，咱就全咧带迄起三个了啊，吼，全带遮就真好啊。唔是，咱伫英国教会，领受有真捌上帝，领受是一个疼了啊。咱来搁一遍来经历听的功课，咱来学习团队的服侍。所以咱的团队服侍有啥？咱的宗旨嘛是一个团队，咱的商人嘛一个团队，咱的信徒队嘛一个团队，咱所有的兄弟姊妹，咱嘛是一个团队，咱爱发挥团队的精神。这个团队的精神有时阵。爱共同讨论，遇到问题，咱要安怎来解决问题？咱要共同去执行，来达成咱的任务。我会记哩，伊时阵，咱那个去教会时阵，咱那个时阵，咱教会耶稣教会时阵问题就是，教会已经人济袂落啊吼，啊要安怎来去教会？伊时阵有可能。有家就无做时阵，就是用心计较。安尼要起教会，一定爱有钱，吼、哦，爱土地要安怎有种种诶，有遐种子。啊，咱着要安怎，互咱诶下一代，啊，着是软体硬体。啊，毋过经过安怎，经过三十几天了吼，咱已经上帝为咱预备一个真水诶礼拜了，就是可能伫进前。咱嘛爱搁在检讨咱的负债要安怎行了，啊！像但是这个时阵，咱两工用两工无传到这也行吼。咱目前因福教会爱解决的问题，咱要去倒找传到这。啊，咱的位啊搁空足济吼，啊，咱的羊啊怎去对啊？吼，啊，有可能就开始在想讲，诶，啊，咱因福教会是干呐内底人甲坐拢满都有够啊？啊是，咱爱搁予咱的教会较有发展，爱搁伫彰化这个所在，咱爱搁去做工。我相信这个是上帝予咱英国教会徛起伫遮，咱要爱共同讨论。所以，请问，
你伫伊福教会，你教会的生活，你的服侍，你有感觉这间教会予你真可靠？你有感觉人甲人的中心有信任感？你有忠心无？有忠专心无？你有感觉讲，哎，教会所想要做的，我有决心，我就是愿意。人甲人的中间彼此信赖。你有坚定不变，你就有信心，对上帝的信心。你要活出听，你有自我牺牲无？当你有拄到挫折，你有拄到忧伤，有拄到别人对你无好看待，你有办法自我控制？你有迄种的遵守迄、那个有纪律？你有信心无？你有贡献？你有合作？你可能咱后壁咱看到咱有听这有拄到艰苦吼，吼，所以这就是咱教会发挥迄种啊。虽然伫咱礼拜中间，迄紧急的，我头摆一直咧看，有真侪马上爱去找下，爱马上找下，一旦去帮助咱的兄弟，咱的姊妹。这时阵，咱同齐来祈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和我这时阵敬拜时阵，我看见我的姊妹同学在，伊身躯无爽快，我紧急爱带伊到伫病院去做上好的处理甲治疗。我上帝，你的神帮助伊，和伊无有意外的代志。我继续来伫遮敬拜。阮上帝，你的心保守看顾伊。阮相信主，你是眷顾每一个人。阮会将教会，阮在学习要安怎共同发挥这种的疼的时阵，主你伫阮的中间，就亲像耶稣伫咧敬拜的时阵，临时对他确定对了一个病人，主你安怎和迄个病衰的来得到医治。祝你这个时阵，你也要伫同下这个生命中间，你家己甲伊三个字，你来依恋伊，愿人的祈祷感谢，靠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我相信，咱无宗教者，咱的兄弟姊妹就是同款来发挥这种的精神，教会生活，甲无信的兄弟姊妹上大的差别，就是咱无够。因为咱的教会是一个听的共同体，所以咱伫遮毋是干呐礼拜日来遮做礼拜，咱拜一甲拜五是你行你的，我行我，毋是。咱反倒来，咱来甲忠实兄弟姊妹爱共同有发挥合作的精神。你会当贡献，有诶你会听，有诶是你的信心，有诶是你任何无共款。当好，咱的共同的生活无同款。但是人甲人的中间，要安怎会当让这个疼发挥更较好？人甲人兄弟姊妹迄个人际关系的沟通是非常重要。所以咱爱陪伴，咱爱用咱的耳根去听。人甲人的中间爱有互相的关怀，所以有关系就是。有关系就是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就是有关系。两礼拜前，我的同学就是新南的教授，伊学驾去到伫美国，啊，无想到伫两礼拜前，我拄到迄个无输娘，你哪会转来？伊讲，啊，我拄到美国为拄到啊个转来，甲伊个查某囝转。结果转来了后，拜三就回家，结果拜六的时阵。他较轻轻就去挂急诊，到尾人嘛无啥好势。医生讲：“诶、欸，你个毋是晕机个哦，啊嘛毋是做胃镜呢，你是毋是爱去做一个 CT？” 一照就发现伊个后右边个遮有一粒瘤，3.9公分，马上就断。结果。在这个检查的过程，知
知影讲，那么所在无可能有一粒三点五有黑色素的肿瘤啊，伊无可能是原位，所以迄、那个医生就感觉讲，是毋是？迄个伫迄个咱的神经中枢吼，脑干遮吼作怪，所以我输阿袂等阿弟咪讲，阿我就改道场了了后，礼拜二伊就开刀开七点钟，真正上帝的保守诶，拜三的中昼点半就出家赴病房，拜四伊讲都拢提了，拜五连迄阿妈滚这个血水讲。我伫陪伴这个牧师娘，已经两礼拜中间，我真正看见，我就甲伊讲，你听的存款真侪，所以安尼足侪人来陪伴，来甲你关心，啊，上帝替你陪伴，真优秀的医生，更加重要，互你伫整个开刀的过程恢复，但是。伊即个就是讲做迄个 MRI 照时，才知影讲可能肝的所在麻木。啊，但是原位还在哪里，也阁找。但是黑色素肿瘤，我来想讲，伊有迄胎记，是毋是？到尾嘛毋是。我到尾我伫听遐医生咧讲，有可能阁检查，而且送到北院。李总的病容去，搁去做比对，啊，到前已经拜六出院啊，但是即个有可能就是要搁做进一步。我伫病院，我也看见真侪，最近看见真侪护士娘啊，当到这艰苦，我就去想讲，哇，咱若是做传教这的人吼，上帝无互伊挂护士牌啊，嘛是同款的。遇到人生的困境，嘛不是基督徒，你就是拢总是平安。咱嘛是会遇到，但是咱需要有这种的疼的共同体来陪伴咱，来关心咱，来分享。所以我嘛足感谢，最近这届是全长老吼，还佫诚谦，常都甲我分享讲要怎么减重，还佫安怎减肥吼。爱嘛注重健康，因为我最近就阮的迄同工，阮的新 MRI 就叫我去做，就讲牧师，你的身躯那亲像嘛点点点的吼，啊我就报告还袂出来吼，我就想讲那像拢超重啊吼，啊心内要收尔哦，哦就开始去运动，啊开始啊无想到昨天上帝就预备阿谦哦。给我上了一课，真好个迄功课。我讲即个人名字，当你是上帝，今日上帝拢在甲你保守。你看，人际沟通的目的要从啥？咱甲上帝的线啊，连得好吼，下一章也讲，上帝会传达你的爱的讯息。上帝会透过咱的身躯边，无论是。咱的朋友，咱的兄弟姊妹，啊！我最近我有在思考，哇，足济代志的时阵，啊，我伫有一个牧师娘，伊去嘛是牧师，去甲大约四五千人伫遐心肌梗塞，等，啊，这人拢我就是，所以心内就伫想甲伊讲，上帝，你互我看见思考遮个负面的事件。你要传达什么种的疼的鼓励？我相信上帝透过伊的是家庭的疼，要爱咱，爱会晓好好疼咱家己，爱会晓好好疼咱身躯边的人，爱会晓好好去疼咱的身躯边的兄弟姊妹。所以呢，现在咱伫彼得前书第四章甲第十三下一章安尼讲。人人爱照伊所得到的恩赐，彼此服侍，做上帝百般恩赐好的管家，就是亲像将基因的院会讲啊，彼此洗脚。咱要安怎做疼的传承？要安怎
迄四个朋友安尼去扶持，我相信咱的名声。所以爱听爱我们的家，咱这个咱的厝，唔啦，听领导，咱一定爱好好听领导教。这就是咱上面的厝嘛，对不？啊，这个上面的厝，他讲每个人爱他，家就有光起来。咱来他过来，每个人爱他，家就有光彩。这个家，咱们来用教会来，每个人爱他。有教会就有福，每个人珍惜有教会就有甜蜜，每个人宽恕有教会就有幸福，让爱天天住在有教会，让爱天天住在有教会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力爱我们的永久教会。所以这首歌哦，每个人爱他，啊，你爱耐心，爱对领导，爱好好听，知无？啊，你当耐心，爱对领导啊，爱讲感恩的话，爱感谢的话，啊，唔好吼一看吼，亲像安尼，啊，我著甲你讲啊，我著我去美国啊，你著是干那叫我去啦，你看我艰苦，哎呦，我太知你艰苦。你看就知道啊！哦，当然我厝边，我看到阮遐患者，拢在讲困卡安尼啦。我讲哎，你都病人都甲叫，哎，拢困卡个。啊，到伊甲讲讲，啊，你都甲我叫，啊，我着病人，你看就知啊，你袂晓安尼，袂晓起来哦。我讲哈，安怎？咱对上亲的人，咱拢无办法，咱拢家己当作，你本来就爱知。我讲伊根本都不是你巴肚的面头，因他会知。哦，不要，我来讲，你要用真心爱你老婆，你知道吗？哦哦，我讲哦，那用你这种的个性哦，永远都无办法逼出你的。所以有可能咱教会嘛，感觉，哎，丢了啊！你太，我两礼拜无来，你太无来跟我关心。哎，咱大家人遐尼济，就丢了吼，你若无带用心的吼。你一定漏交真侪啦，啊！不过有当时啊，咱人爱人关心的时候，拄啊无传教这时候，你著家己主动打电话，甲咱的了解处讲一下吼，啊，著甲咱的叔叔讲一下，啊，是甲你讲，我吼就需要人来关心的呢，啊，咱会讲无人吼，咱会当表达，其实爱在心头口内啦，咱有做侪人咱无的，所以咱叫我学习这个功课，伊讲啊。就应该用的智慧，将基督的道理，丰丰富富藏在咱的心内。用该用的智慧，用诗歌，用歌乐，用莲花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勉。咱的心若有感恩的，咱就晓歌乐上帝。所以无论做啥物代志，无论讲话做代志。咱来弄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照着伊，咱就有感恩的心的时，咱就袂干那咧手拢去批评人。所以需要听会当去教会，听是会当延续生命的力量。所以爱较侪啥，爱彼此洗脚好关好的关系时哦，爱较少啊鼓励啦，较少批评。爱较侪会肯定，较少会否定；较侪会娱乐，较少会挑剔；较侪会尊重，较少会怀疑，对无？来，咱来读一遍，咱始作宣告一下。来，多努力少批评，多肯定少否定，多赞美少挑剔，多尊重少猜疑。我相信。拿那时阵，咱拢会当真侪人足介意的啦。啊，若是吼，那刺猬拢足好大个吼，我相信，迄大家人也闪你闪个安尼。啊，但是你会当常常会当共正面鼓励时吼，我相信，咱的团体、咱的家庭、咱的教会是无同款。所以有一本册叫做《爱之语》，我今日改做那只《爱之语》吼，我叫做听团心。
人际互动变作双赢的策略。迄本册讲到就讲啊，爱常常有些肯定的鼓舞，鼓励、鼓励、安慰，爱有时间的斗阵。我感觉讲，就是恁头啊呢，五月、六月，还是讲来一边去哦。我嘛足来到伫遮，当看哇，这三十几年前的，拢是恁拢是我的贵人。人就是因为有这个时间，会当啊啦，互相拍招呼，互相分享，互相分享你的欢喜，你的庆祝。再来，咱会当彼此体贴，因为你的需要，咱会付出彼此的帮助，彼此的接纳。来噻，互相啊，手互相安尼拥抱。会当好人甲人中间，搁较侪会温暖。所以，如云伊伫伊个心灵个面包，伊有安尼讲，咱拢知影啥物是疼个心，但是当咱行出疼，虽然别人无用疼来甲你回应，但是咱要发现家己个感觉甲行动会变成做一定。所以，读较侪。咱都爱家己行出来，所以毋盲。有一首歌叫做《活出爱》，这首歌安尼讲：有一份疼对天来，比山较远，比海较深。咱无办法测度，咱摸袂着，但是咱用信仰的眼光，咱会当去体会三位一体上帝的疼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用和。甘心分享给别人，用心去听，将你心中这份疼画出来，完成的，将来拿到哪里？亲爱的弟兄们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就是疼。你找你的独生子，当着肉体来到你世间，透过耶稣基督，你的十字架顶的疼，胎名死实的完成。佮重新甲阮立约，予阮会当有搁活的活命。等阮领受上帝你的疼了后，阮的心就要有改变，阮的心就要有平安，阮的心就有喜乐。因为上帝你的心是要祝福，要予阮有信心、有疼心、有盼望。阮要继续将上帝你予阮的疼分享出去。将这种的疼，亲像宣教书，来传承出去，愿上帝使得你的恩典祝福疼充满我的中间。愿献上我的祈祷感谢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